近一个世纪以来，我国先后发生三次伟大革命。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，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，建立了新中国，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。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，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前景奋进。19世纪上半叶，沉迷在一片平静和繁华梦中的清王朝，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，这已经是梦的尾声了。一场历史上最深重的灾难正悄悄降临。看，
这是1840年的夏天，北京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圆明园里，依然是千华粉黛，笙歌绕梁。盘古开天，三皇拓土，五千春秋，文明尽数，历代贤者礼昭穆，山河垂统，圣德卓著，列强入世，赤县刀俎，割我宝地，掠我财富，欺我父母，奴我同族，外患内祸，疮痍满目，悲服，今欧被其践踏，生灵
任其屠戮，社稷丧权蒙耻，九州积贫受辱，饿殍遍地，气血当枯，家国破碎，何以存乎？志士仁人，饮恨寻路，前赴后继，嗜血我辱，天怒！Oh.
伤痕昂起头，托咽下去无心如火，走过长夜，走过坎坷，走天数1921年七月的一个夜晚，一个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13位成员从全国各地聚集到了上海。就在夜幕降临，灯火阑珊，8点整，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同盟会元老李书成公馆的灯光亮了。悄然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情。午后6时，书恒往上海，携行者润之，赴全国某某某某某之招，谢绝哉日记。当时为保密，某某某某某代表共产主义者。公元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，中国共产党成立。Yeah.
1936年，美国青年记者埃德加·斯诺来到了中国的延安。一年后，他撰写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出版，立刻轰动世界。书中写道：“红军是中国唯一一支政治上铁打的军队，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，在大自然面前，上帝面前，死亡面前，都绝不承认失败。”百炼不怕难，雪山的头应远可，草滩泥沾扎营1937年7月7日晚8时，一声枪响，宛平县城卢沟桥上空的月亮被击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第二天，中共中央通电全国：平津危机、华北危机、中华民族危机。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的出路。饮着漫天炮火，
发起捍卫中华母亲的血战。Thank you.
1949年4月20日，挑起全面内战的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，北平谈判破裂。第二天，毛泽东与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。当晚8时，百万雄师过大江。一个王朝的灭亡，永远记载了1949年4月22日这天南京总统府的台历上。Thank you.
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，北京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。此时，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为了彻底解放全中国，正在向华南、西南挺进。南下部队某部接到命令，10月1日开国大典，首都北京，国旗五星红旗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带，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传达到每个战士，一个人不能少，一个字不能丢。来，开国大典，今天同志们，新中国今天成立了。新中国叫什么？中华人民共。我听不清，你大声点。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我听不清，你再大声点。中华人民。连长，在新中国叫啥？中华人民共和国。1949年10月1日，金秋的北京，天高云淡，风清气爽，和浴血奋战的共和国元勋一起登上天安门的，有各界代表、社会贤达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，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，缔造了新中国大厦，中华民族伟大的新纪元开始了。Thank you.
1962年8月15日，沈阳军区一位年仅22岁的解放军战士因公殉职，他的名字叫雷锋。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，感动了亿万人民。
由此，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在神州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。忠于革命，忠于党，唱。心中别怪。
如果不是为寻找历史是在哪里转弯，如果不是为寻找民族复兴新的起点，谁还愿意揭开往日的伤口？谁还想回首那曾经的劫难？大地说，那十年他很累很累，因为他的上空有一个沉重的云团。天空说，那十年他很苦很苦，因为他的眼底有一场不停的动乱。小草惊奇地问，参天大树为啥还会折断？田埂不解地说，杂草怎么比麦苗还光鲜？人们发现民族的脚步在渐渐放慢。人民在问，这样的折腾何时能完？那一年，曾经在历史转弯处站立的伟人，一个接着一个的去了。迷了途的马儿在大野上嘶鸣，飞散了的孤雁在苍天里呜咽，痛哭后的民族开始嘶嗦。雷终于来了，撕开阴霾万里。风终于来了，荡涤尘埃漫漫。雷电中回响着人民对四人帮的宣判。风雨里，人民在寻找道路，中国在寻找航线。历史在选择中国，中国在酝酿改变。1978年的初冬是一个特别的季节，冰河在撞击，地火在翻卷，党钟声在十里长街上再一次响起。一个震天动地的消息让世界惊叹，这一天中国拨正了航线，这一天人民扬起了风帆，共和国从此又一次走进春天。历史的老人笑了，因为在历史的转折点，中国共产党人的雷霆之声又一次在大地和天空中回旋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，走自己的道路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改革开放的序曲首先在农村奏响。1978年末，安徽小岗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，中国农民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。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，一片冬
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一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的新型劳动大军，打破封闭的城乡就业格局，中国农民走向市场，走进城市。他们和产业工人队伍一起，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道时代风景线。嫩江、松花江水位、珠江流域、闽江水位同时暴涨，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。114位将军在风雨大海，30万官兵和500万预备役部队在惊涛骇浪中。这就是中国的特种钢铁，坚不可摧。营长，到。二营长到，三营长到，第五次洪峰就要来了，我们一定要严防死守，誓与大地共存亡。誓与大地共存亡。Yeah.
杀！强的凝聚力，任何的困难都压不倒我们，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。百年国耻一朝学习。1997年7月1日，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。1999年12月20日，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。两个难忘的重大事件，永载史册的宣告，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。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，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夙愿，几代人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。2008年12月15日，这是个历史性的一天，台湾海峡两岸直航由此启动。两岸同胞，世代亲情，一个美丽愿景面对波涛宣告，两岸关系开始书写新的篇章。
我读过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为什么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？今夜里又见月儿圆，又见桂花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年年中秋夜，夜夜思故乡？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夜夜思故乡？故乡情意长啊，有兄有兄，有弟有弟，有姐妹有姐妹呀，共享明月光。今夜里天上月儿圆，地上桂花香。好一个花好月圆，中秋夜，天地共久长。好一个好一个花好月圆，中秋夜，天地共久长。9月25日，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，准确进入预定轨道。当中国宇航员走出舱门，所有中华儿女欣喜若狂，感到自豪与骄傲。五星红旗耀眼宇宙，浩瀚太空首次踏响中国人漫步的足印。Thank you.
2008年5月12日，汶川特大地震震惊了世界，一双双救援之手伸向灾区，危难之时方显大爱无疆。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不畏艰险，百折不挠，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证明，多难兴邦，面对任何艰难险阻，中华民族都不可征服。倾听你的呼吸，感受你的心跳，你在呼唤我，我是会听到。你是我的兄弟，我是你的同胞，我在呼唤你，要让你回到爱的怀抱。哇！哇！如果把时钟拨回一个世纪，1908年《天津青年周刊》提出“中国何时能办一届奥运会？”中华民族就此诞生的奥运梦想，整整走了100年。2001年，中国申奥成功，7年后。北京奥运圣火点燃，这就是向先辈做出的历史回答。
回望60年风雨岁月，经过30年不懈探索，历史的辉煌昭示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坚持改革开放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。所有这一切都写在一幕幕闪光的历程中。
迎来新中国六十华诞的大喜日子里，我们要永远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，创立毛泽东思想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。我们要永远铭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，创立邓小平理论，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。我们要永远铭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，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，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。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，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，谱写出更新更美的华彩乐章。写下的一页页都是你的名字，唱出的一声声都是你的恋歌。我说不出味道的有多少颜色，母亲啊，中国你永远不会退。Yeah.
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，继续解放思想，坚持改革开放，推动科学发展，促进社会和谐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，努力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星星